大家好，我是沙佳，今天是2020年的11月1号，11月的第一天。那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半价优惠的购买安利产品。那我相信对安利产品很喜欢的一些朋友呢，应该对这个话题也比较感兴趣啊。那这个话题呢，也是从我昨天从安利的直播间里面领到了一些不少的优惠券，有人就问起我，哎，你们从安利优惠券？从哪里来啊？能够每个月能领多少啊？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先看一下吧。我这是在电脑上给大家演示，在手机上也是一样，主要是电脑上录屏会比较方便一点。昨天大家看这里这个网购成功的通知，这是我昨天晚上的9点多是吧？9点08分，这里上面能看到吗？我订购金额是445元，然后共使用55元的电子优惠券。那这55元的电子优惠券呢，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安利优选直播间里面领的红包啊。安利直播间，每次都会发红包啊，因为月初的那个优惠券我都用完了，因为安利公司每个月大概10号左右也会发上个月的优惠券，这个基本上我都会用完的，月初我就用完了，那这是月底嘛。我们先看看这个。安利直播间的这个优惠券怎么领是吧？先看看他直播间吧。那我们还是点开这个安利云购，点这个底部的安利云购菜单，然后点这个安利云购小程序进来。进来之后这里有个好事成双，心满意足啊。这个是针对一些还没有购买过安利产品的新顾客那你可以进来扫小程序码。进来之后就可以领到这个10到20元的这个随机红包，然后还可以买完东西之后还可以拿到这个不低于138元的大礼包我们先稍微再讲这个吧。我们先看看这个安利优选直播间，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主页上有个安利优选直播间，我们点这个查看更多这个位置，查看更多，点下它就可以看到11月的档期，也就是说11月安利公司会做这么多场直播。也就是在每个星期天跟星期六都有直播，现在是每周两场啊，每周两场。我们可以看到11月份那总共有几场，总共这里就9场直播，对吧？你看，星期六一天都有嘛，9场直播。那9场直播我们能拿多少红包呢？我们看一下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在安利云购这个点这个键盘这个位置，在手机上应该是左下角点键盘，输入直播间，回复一个直播间。然后他就会告诉你什么呢？近期的、最近一期的，也就是今天嘛，最近一期的直播的这个信息推送给你。然后我们还可以点这个链接进去看现在这个直播的一些优惠活动。那我们看到他这里营销伙伴、优惠顾客、安利挚友以及新顾客在安利优选直播间可以领取10元到20元不等的红包折扣。你像我昨天就是领了。一个二十，一个十五，一个二十，再加起来就是55嘛。那实际上你会发现，每一场直播你都可以领3次嘛。它是每一场直播里面会有请3个嘉宾，然后每个嘉宾上场之前呢，都会给派发一次红包雨。那3次，一次可以领到10到20元。那其实最多的话，如果你运气稍微好一点的话，一般都可以领到60元。像我昨天是领到55嘛，其实上是可以领到60元的嘛。那60元那个怎么用呢？我们可以看看啊。我昨天是领到20元，那这个20元它是会有使用红包折扣券时抵扣金额不超过订单金额的50%，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领了20元优惠券，那我只要买够40元的产品就可以用这20元了。相当于我，比方说我买一支安利的那个白茶牙膏就40元嘛，那20元就相当于半条牙膏了。就直接给你优惠掉了，相当于是半价购买你的产品，对吧？这是从直播间，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场直播，对吧？一场直播可以领大概就是60元，因为三次嘛，就是三次乘以，假设你运气好，每次都领20，对不对？那就是可以领60元的优惠券，对不对？60元，那是乘以多少？乘以9次，因为每个月8到9次吧，我们就算8次好了，因为不是每个月都有五个星期天嘛，对吧？那就是等于多少？6648是吧？480块钱是吧？就可以领到480元的这个优惠券了。
对吧？那你这480元的优惠券，你可以，你只需要花多少钱呢？就是，那你就可以，买到，你就可以掏多少钱呢？你就有掏480元嘛，掏480元，你就可以买到，大概900多块钱的产品嘛，900多块钱产品，你从阿里里面买900多块钱的产品，你只需要付480元就可以了，付400多，大概就是这个数字嘛。这是从直播间里面领到了红包，这是讲的第一个话题，对吧？每个月从阿里直播间可以拿到多少优惠券？大概就是可以400多，480左右吧。最高其实可以拿到，如果是9次的话，那就可以拿到500多，对吧？我们就按照这个一般来算吧。好了，那我们再讲第二个话题，就是每个月能从阿里的月度奖励里拿到多少优惠券？月度奖励那就是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净营业额啊。然后这个电子优惠券是6%，对不对？那你这个是从个人销售里面，就是如果你有分享安利的产品，而且你同时是安利的营销代表，对吧？那你就可以拿这个6%的电子优惠券。比方说你这个月分享了1250块钱的产品出去，不管是自己买的呀，还是你分享给朋友啊网友买的，那你就可以拿这个6%的电子优惠券，那大概就是是吧70、80块钱吧。如果你分享的更多呢，1万块钱以上呢，对吧？那你就可以拿。600块嘛，这个还是挺丰富的，就是每个级别、每个台阶啊都有这个奖励啊。那如果说你们扫这个码的话，也可以进来阿里的直播间，不，阿里的这个云购来购买产品啊。再讲第三个，新顾客能拿多少优惠券，对吧？我们刚才看了新顾客，我们看一看新顾客对不对？刚才进来之后，我们再点一次吧。阿里云购小程序，好，进来之后，这里刚才讲了，就是你一进来，就是你如果是从买过阿里产品的，就是你扫这个小程序嘛，进来之后，你就可以拿到10到20元的这个优惠券。然后呢，回头客呢，就是你买了东西下了一个单之后，阿里公司再奖励你138元以上的，这个回头客礼包，你就可以拿这个138元的优惠券去购买阿里的产品。那也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奖励吧，对于很多互联网公司这种提供了所谓的羊毛，对吧？那我们相信你从什么拼多多也好啊，淘宝也好，也经常会有这种羊毛。哎，但是其实安利的羊毛还怎么说呢？还是挺厚道的啊。好了，再次讲第四点吧，就是加入的新的营销伙伴能拿多少优惠券？就是说，你通过别人的推荐申请了一张安利的会员卡，而且是营销代表的会员卡，那你可以拿多少优惠券呢？我们可以看看，这里就可以有一个新人计划，我们可以看到，回复一下，它这里有一个新人计划，这里这里有一个，你看这里，新营销伙伴加入后的60天之内，单张定额单张啊单张订单满。1500元的，你如果是单张订单满1500元的话，就可以获得6张50元的优惠券。就也是说，你单张定额满1500，你可以拿到300元的优惠券。哎，这也是挺不错的一个优惠来的。如果说，当然前提是你能够，单张定额满1500，对不对？那你如果满了1500之后，实际上你也可以满什么？也满你的净额大概也会超过1250，也满了1250。那这个时候你还可以拿6%的电子优惠券，再加上刚才所说的是多少？所说这个300元的电子优惠券，那个就400块，对不对？400块，你就有400块钱优惠券。然后呢，你还可以每个月从什么？从安利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大概还可以领到400，这是不是相当于有700、800块钱优惠券？哇，这很不错啊，这可以都可以拿来购买安利的产品。当然前提就是说你喜欢安利的产品，你是安利的产品的铁粉，对吧？那这个优惠券对你就很好用。如果说你对安利产品一点兴趣都没有，那这些可能就跟你没关系了。那可能你也应该不会看到这个视频了哈。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对安利产品感兴趣呢，就可以扫这个小程序码来进来购买安利的产品。当然，如果说你对安利事业啊，或者说对分享安利的这个机会感兴趣呢，你可以。加我的微信是吧？来了解你这个机会。好了，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好，谢谢大家。